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79面，279面，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我们从第一句看起，以下第27愿，27愿只有一句经文：常修殊胜梵心，这解释梵心。梵者，清净之意。梵行是清净无欲之心，断淫欲，诸天皆名梵天。如梵天断淫欲之心，曰梵心。这个几句话，把梵这个定义说出来了。梵是清净，清净的标准是什么呢？没有欲望。这个欲是佛法里面讲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从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从他化自在天以下，都称之为欲界。欲界有六层天。佛在经上常说的五大类的欲望，财摆在第一，色摆在第二，财是名、食、睡，这是欲界里面五大类的欲望。欲界的六层天，四王天第一层，忉利天是第二层。我们通常一般呢讲天神，多半是讲这两种天，四王跟忉利。能够修上品无界十善，都能升到这个天上。这两层天，五欲跟我们人间差不多，稍微比较轻一点。那么由此可知，贪念，过分的贪念，五欲六尘，连欲界天都没有分。佛在经典里面常常引用淫欲，做一个比喻，四王跟忉利天。淫欲跟人间相仿佛，夜摩天就轻了。夜摩天淫欲是拥抱，再往上面去斗率天，斗率天是握手。化乐天呢，是这个见面呢，想打个招呼，在他化自在天呢，
就更轻了，可能只点个头，微微笑一笑。啊，所以越往上去越轻薄，到初禅天就没有了。啊，这个欲的念头啊，它不是断了，啊，没断。如果是断了的话，那就正果了，那是圣人，他不是凡夫，啊，他是定功把他缚住了，啊，四禅天是修四种禅定，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四禅总共有十八层天，啊，初禅三层，二禅三层，三禅三层，四禅有九层。啊，所以总共十八层天。再往上去呢，四空天。四空天比四禅天的定功更深。啊，所以我们叫四禅八定啊。他把烦恼扶住了。啊，在定中境界里面，烦恼不起现行。就它不起作用。啊，它没断。如果要是断了，就不叫凡夫，叫圣人。啊，什么人断呢？小乘，四果四相。啊，第四果是阿罗汉，那他出了六道轮回了。那么说，从四果相以下，都没有出六道。啊，还在六道里头，他们是断烦恼，他不是伏烦恼，啊，所以称为圣，啊，小乘是小圣，在大乘呢，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十性位的菩萨，从初性到第六性，没出六道。啊，还在六道里头，他是圣人，因为他们是断烦恼，啊，他不是伏，他是断。切性位就超越六道了，啊，讲断正的功夫跟阿罗汉相等，啊，八心辟支佛，九心菩萨，十心是佛。就是设法界里面的佛啊，那是圣人。从阿罗汉到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也称之为净土。这个净是对六道来说的，六道是秽土啊，不清净。这个四圣是清净净土啊。但是没见性啊，设法界里面的佛也没见性啊，没有见性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佛。所以天台大师啊，就是智者大师说他们是相似即佛啊。天台大师判教讲六即佛，就是六种佛。这是佛学常识，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啊，第一种呢，叫理即佛。从理上讲，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大经里面佛常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从理上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我们把这个理迷了，迷是自信的，啊，理是自信，啊，迷失了自信，这现在变凡夫了，而且变成六道的凡夫，这可怜了，啊，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不能不知道。啊，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只是破迷开悟啊。
回归自性而已。啊，你修行到最后你成佛了，回归自性啊，你本来是佛。啊，这是第一个。六劫佛第二个呢，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叫名字即佛，也就是有名无实啊。啊，这是讲一般凡夫。有名无实。啊，性是佛，相不是佛。那相是凡夫，六道凡夫。啊，我们遇到善缘，啊，遇到善知识了，逐渐呢明白这些事情了，开始学佛。像我们一般佛门弟子，受过三皈五戒了。啊，开始学佛了，但是名字即佛，不像啊，做得不够好，不够好。经典里面教诲没有真正做到，这是名字即佛。如果经典里面教训都做到了，啊，持戒。依照经典的教训呢，认真修行，啊，修是修正，行是行为，啊，比如说前面讲的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这个五欲一定要断。为什么呢？你看你障碍你升天呢，啊。出禅天都去不了啊！啊，何况开悟，何况成佛？所以这个东西啊，必须要放下。自信里头确确实实没有，不但自信里头没有，连禅定里头都没有。啊，你要是修定，真正入了禅定。禅定里面这五种欲都断了，啊，饮食也不要了，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啊，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它都靠什么维持呢？禅悦为食，那个悦是什么？悦是欢喜。我们中国谚语有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人要遇到快乐的事情特别有精神兴奋。啊，什么疲劳都忘掉了。啊，在禅定当中永远是喜悦的。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啊，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这个饮食本来可以不必要的，这是习气。这个习气要断了，饮食睡眠都可以不要，那全是习气。啊，我们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啊，那个善是什么意思？这五种欲望都没有，那善。啊，有就不善了。啊，这个财色名食睡是什么呢？是习性。啊，你看性相近，习相远，本性大家是一样，跟佛也是一样。啊，跟佛菩萨都一样啊，我们的本性啊，习性就不一样。啊，佛菩萨没有习性，
啊，这个诸位要晓得，他没有习性。啊，习性其来已久啊，什么时候来的？自从我们迷了本性那一天，习性就跟着来了。啊，这个时间算不清啊，这不能不知道啊。啊，佛家常讲无量劫，这个话是真的。啊，由此可知，我们迷得多久？生生世世，六道轮回。连求出六道这个念头都生不起。你就想到这个习气多深，多难断。那佛法里面修学的功夫，真正的功夫不是别的，啊，不是我们每天念多少佛号，磕多少个大头，念多少部经，不是这个意思，啊，完全在放下，啊，你的烦恼习气放下多少，啊，功夫从哪里看呢？从烦恼轻智慧长，从这里看啊，你每年烦恼确实轻的，今年比去年轻的，去年比前年轻，一年比一年轻，那智慧呢，一年比一年增长，这叫功夫啊，这是你修学真有功夫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那么我们念佛念多少啊，念经念多少啊，这些呢，这些是助缘，是方法啊，你用这些方法，但是方法要能收到效果啊，效果就是智慧增长啊，烦恼轻智慧长，这效果啊，没有烦恼了，全是智慧了，那恭喜你，你就成佛了。啊，至少你是化身大士。啊，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常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时候烦恼真的没有了。啊，这三大类的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通放下了。啊，这是真佛，这不是假佛。啊，相似即佛，烦恼还没放下，但是他有修行的功夫啊，也就是讲定慧、戒定慧三学，能把烦恼控制住，虽有烦恼不起作用。啊，这叫相似位。啊，很不错了。严格的讲，相思位是四圣啊，阿罗汉以上。没有出六道的呢，修行功夫也不错。啊，也很像样子。啊，戒律上都能做到。啊，天天如法修行，这叫观行位。我们净土宗讲功夫成片是属于这个位置，观行位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凡圣同居土。如果是相似位，那就生
方便有余土。啊，这从六界佛里头来讲。那明心见性，这真佛，这不是假佛。啊，天台家讲分正佛，就是说他是正佛，他没圆满。为什么没圆满呢？无始无明习气还有。啊，分正是真的，不是假的。在华严经上，从初住菩萨到等觉41个位次，通通叫分正。啊，再上去呢，那叫圆满。啊，叫究竟位。究竟圆满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干净的，没有了。啊，这个位置上他不住十宝土，他住常寂光土。啊，回到常寂光里面去了，也就我们常讲回归自性。啊，天台家讲六种佛啊，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明白了，我们对于一切众生的恭敬心就升起来了。一切众生不但包括一切人、一切动物、蚊虫蚂蚁、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这叫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啊，你生起什么心呢？原来都是佛，对他们生起恭敬。恭敬是信德了，所以明心见性，信德就圆满地透出来了。啊，不会轻慢一个众生，他跟我不二。他跟释迦牟尼不二，他跟阿弥陀佛不二。我要对他不恭敬，就是对释迦不恭敬，对弥陀不恭敬。啊，所以你修行到某个阶层，在生活当中能看得出来呀。啊，真的境随心转了。事出事法，离开真诚恭敬，你什么都学不到。啊，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些往生的人，他们在极乐世界成就为什么那么快？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为什么这么慢？你会发现十方诸佛刹土那个里面的诸众，他们对人那种真诚恭敬都比不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人对一切众生真诚恭敬做到基础啊，所以他们的学习所得的利益是圆满。那不是一分两分的。印光大师所说，十分沉浸的十分利益，那极乐世界的人，那他方世界去看，大概是有八分恭敬、九分恭敬。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众生，一分恭敬都没有了。
啊，所以现在学佛非常困难。啊，学佛的人很多，成就的人很少，原因在哪里？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道理在此地。啊，那我们要想能多一点利益，你就多一点真诚，多一点恭敬。啊，你真的就学会了，这个话绝不是骗人的。啊，说实在的话，这个话也不是印光大师说的，佛说的，菩萨说的，祖师大德说的，世世代代相传。啊，印祖在文钞里头常常提到。啊，我们读世间书，啊，儒家的礼记，开头第一句话，去礼曰无不敬。无不敬就是一切恭敬。啊，礼是什么？礼就是真诚恭敬。那这世间法了，不是佛法了。啊，世间法都从恭敬当中得来，何况出世间的大法。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真诚恭敬是从清净心来的。我们这个心有杂有染。啊，杂染，把真诚恭敬障碍住了。啊，真诚恭敬是信德，是自己本来有的。啊，也是永远不会失掉的。现在迷了，迷了它不起作用了。啊，那么这反省的意思。下面法华加祥书啊，法华经加祥书里面说，有人也通取一切戒为梵行，别名断淫为梵行。啊，这个有人也就有一些大德这样说法。啊，这个说法完全偏重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我们地球上的众生，啊，这是特别对我们说的，啊，能持戒就清净了，就算是梵行，啊，戒里面特别重视的是断淫，啊，也可以说断淫为梵行，这个意思并不圆满，是就慧然里头最严重的一个提出来。啊，除淫欲之外，贪婪、嗔恚、傲慢、怀疑都不清净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晓得古大德是这个染污里头取其重点来说。故大品云，这大品般若经淫欲障生梵天，何况菩提？这个话说得很好。啊，梵天是色界天。啊，障碍你生梵天呢？啊，生色界天都做不到，何况菩提？菩提是大乘法，是了生死出三界。以上
皆以利欲为反省，但另有深意呀！啊，这反省的意思里头，确实前身不一样。啊，深意呢，以正涅槃之万恨为反省。啊，这个意思就是。啊，那我们晓得，在佛法里头，从起步三归五戒十善，菩萨的六度十愿，通通是为证涅槃啊！这个是证涅槃菩萨万行的纲领啊，几个重要的纲领啊。我们认真的修学也叫反省，但是真正的反省，你要修成功了。啊，你没有修成功的时候，你的反省不干净了。啊，这是反省的起点。啊，我们要不能把它做好，怎么能向上提升？啊，这是我们最近这些年讲的，从根啊，从扎根修起啊，现在儒释道这三家可以说都是有名无实啊。什么原因呢？疏忽了根本的修持啊。儒家的根《弟子规》，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佛法的根十善业道。你看我们今天学佛把这三样东西全疏忽了，认为说认为这个太小了啊，好像我们不需要学它，错了啊，它是根，我们不需要学它就等于没根了啊。一个植物没有根它怎么能生长啊，他怎么能活得下去？所以由此可知，从根本修是多么重要啊！《法华经》加强疏引，反省之相，名为涅槃。啊，反明涅槃，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行即万恨，道大涅槃也。这几句话不都讲得很清楚吧？涅槃是梵语，前面学过。啊，我们的讲堂每一天都有新同学。啊，所以不能不重复。啊，希望出来的同学啊也能够懂得这些佛家的一些专门术语的含义。梵语涅槃，中文翻译的意思很多，最普通的翻译翻译一个字灭，四谛里头苦
除极灭道，那个灭就是涅槃。原文，梵文的原文就是涅槃。啊，用一个灭字来翻。翻得好不好呢？翻得好。这他灭什么？在因上讲灭烦恼。啊，烦恼没有了。果上讲灭生死。六道生死没有了，十法界生死也没有了。啊，佛跟我讲两种生死，一个分段生死，一个变异生死，两种生死都断了。啊，这叫涅槃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两种生死的因跟果都是染污它造成的。染污里面最重要的染污就是欲望，财色名食睡五欲。大乘经里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有一个你就可能堕地狱。说五个都有，那就堕地狱堕定了。这个东西好东西吗？不是好东西。啊，所以佛教弟子，这个东西离不开。啊，你生活，你活在这个世间，你不能没有。啊，佛教我们提高警觉，啊，适可而止啊，决定不能在这个里面起贪嗔痴啊，啊，得到就起贪心，得不到就嗔恚，啊，这是愚痴，啊，你得要断贪嗔痴，要断贪嗔痴，就要对这五样事情要远离。啊，世尊当年在世，你看他老人家一生的行仪，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啊，财可以不要。啊，他出家了，啊，透波，所以一生不需要财。啊，这个才是身外之物啊，不是好东西啊。中国古时候造钱，啊，现在都没有了，民国初年还有。啊，我这种年龄，啊，三岁祭祀了。记得是了，那个时候刚刚把铜钱淘汰掉了，啊，用铜板，当中没有动的了。以前铜钱的时候，当中有个方方的洞，啊，清朝时候用的，民国时间就没有了，这个洞没有了，啊，那个洞存在呀，它像什么？像从前的刑具枷锁。让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想这不是个好东西啊，这是家了，就犯罪的人带的家了。他都有表罚的意思在。啊，你看这文字上钱，你看看。啊，这一边是个金子，那一边是两把刀。那是什么？这抢啊，争啊。你看中国人这个文字的会意，哎，就是告诉你这不是个好东西，啊，要小心。啊，外国文字没有这个智慧啊，这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那不能不知道啊。啊，名是虚名。
啊，也可以不必要啊。啊，食，那你不能不没有饮食，你要维持身体这个生命。啊，你有没有定功？真有定功，可以不要了。啊，得到定的时候，睡眠跟饮食都可以不要了。啊，就色界天人这五个都没有。啊，这五种欲望都没有。啊，他是禅定。啊，禅悦为师。啊，那适可而止。释迦牟尼佛，你看看，衣服啊，因为他们的活动的那个地区是热带，热带简单的，三衣一钵就够了。啊，我们中国这个地区是在温带，啊，所以它有四季，有春夏秋冬。啊，这三件衣是绝对不够用的。所以佛教传到中国啊，在衣服上呢要随中国的语言，不随中国的语言，佛教在中国就不能发展啊，大家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三衣就是我们披的这个衣啊，这就有条割的是这个三衣啊，那我们穿在我们中国的衣服外面啊，搭这个衣啊，在印度的时候里面没有，就这三件啊。那我们中国的衣，现在出家人的衣啊，说实在的，世尊当年在世，这个出家在家不分的，一样的衣是一样的啊，只是出家人的衣服啊是拼拼凑凑的。以后人叫做福田衣，衣从哪里来的？是外面捡一些在家人的衣服穿破了，丢掉不要了，捡来看里面还有可以用的，把它剪下来，一块一块剪下来，啊，慢慢的给它累积，可以缝成一件，啊，就可以把它缝成一件了，啊，古时候。饮食带来比较容易，衣不太容易啊，衣是人工纺织的那么质量不相同，颜色不相同，你就很难看，所以染色啊，把它染成深咖啡色啊，所以叫袈裟。袈裟是印度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许许多多混合在一起叫袈裟啊。那么这各种不同的这个布料，不同的颜色，统统染成一个，这叫袈裟。袈裟色。那吃饭的时候，饭也是袈裟，它不是一家的，透好几家混在一起啊。所以那个家饭也叫袈裟，也是这个啊，就是混合的意思。就这个名词术语的意思我们要懂得，所以生活很简单了啊，睡眠树下一宿啊，树底下打坐啊，休息就恢复体力了啊。佛陀当年在世过的生活不是短时间的，啊，他19岁离开家庭，他的家族是国王啊，富贵人家啊，他去求学，他能够修苦行，能够吃苦耐劳，这个不容易啊。啊，成道之后。就从事于教学啊，不但是言教身教啊，他自己要做出样子给大家看啊，所制定的这些戒律每一条他全做到了
自己又做不到，绝不要求别人。他自己每一条都做到了。我们展开戒律读诵，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应当向他老人家学习。为什么？修定，修清净心，应戒得定啊！你不能遵守戒律去做，你的清净心从哪里来？没有别的方法能恢复清净心，只有把欲望通通放下，清净心就现前。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染污我们清净心的。你头一个要知道它的性质。我现在要恢复我的清净心，恢复我的平等心。这一些障碍要把它丢掉。这些染污要把它清除。清净平等就现前了。清净平等是自己有的。是自己的真心啊！所以一切修行的方法没有别的，无非是帮助我们断烦恼、断习气。这些真的，你体会到了，你才晓得世尊49年教我们什么？教我们回归自性，就是教我们回归涅槃。他底下一句，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根本是自信啊。自信是般涅槃的。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你看他开悟。头一句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二句话是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那就是大般涅槃。第三句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你还要求什么？不必求了，你没有一样欠缺，样样圆满。那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欠缺太多了，那是我们反复看他。他自己呢，他自己确实是生活在就近圆满的幸福境界当中，我们不知道啊。经上有记载，有人问释迦牟尼佛，因为经上常讲嘛，41位菩，这个化身菩萨住暴徒，暴徒是十报庄严土啊。你老人家也是妙觉位了，比这个还高啊。你净土在哪里啊？
啊，佛坐在那个地方嘛，都是盘腿打坐了。那有人这一问呢，佛就把腿拿下来，脚尖接触到地面，这个时候啊，忽然大家看到了，这个世界是金色的琉璃世界。啊，看到佛坐下，坐在这个座位上是金刚宝座。啊，这让大家知道了。哦，原来佛是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佛把腿子一收起来的时候，一盘坐的时候没有了，看不见了。这是佛露一手给你看看。啊，原来抱图跟画图是一不是二啊。这真的啊。那又让我们明了一桩事情，佛讲境随心转。那随佛的心转是十宝庄严土。随众生的心转是现在的地球。啊，那佛随佛的心，佛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随我们的心，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跟佛也不一样。啊，境随心转，随谁的心？随自己的心，不是随别人的。每一个人境界都不一样。啊，只有成佛才相同，叫佛佛道同。为什么佛的心都是一样的？他没有染污。啊，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大家都一样的。啊，那个现出来那个境界也是一样的，就十宝庄严的。啊，有起心动念就不一样了。有分别执着，那就更大的差距了。啊，六道的现象差距这么大，完全处于分别之中。啊，所以分别执着要是断掉之后了，你就生四圣法界。四圣法界就是净土了。比不上十宝土，但是跟这个六道里面完全不相同。这些种种事件实在上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般若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事实真相啊，它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千变万化啊，贤首过世在《华严观》上告诉我，三种周边啊。第二个讲畜生无尽，那就是变化无尽。不止分分秒秒在变化啊，而实在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多少个变化。32亿8000万的变化，这一弹之间的，这是六道里头的境界，你才晓得六道里多复杂。
那复杂是每个人念头不一样嘛，一切众生的念头不一样嘛，啊，一切法都是随着每一个众生心想生。啊，这个复杂，复杂就苦啊。啊，利苦才能得乐。啊，这是苦果。没法子理解。利要从因上理。啊，因没有了，果当然就没有。啊，所以佛了解事实真相，教化众生，怎么教他呢？啊，怎样帮助他离苦得乐？帮助他破迷开悟。他开悟了，觉悟了，他苦就没有了，苦的因没有了，苦果马上就没有了。啊，因果是连的。啊，不是他没穿的送衣服给他，没吃的啊送饭给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个解决不了问题。啊，教他，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啊，一天没有空过啊，啊，一天也没放过假，一个人也教，两个人也教。啊，成千上万人也教，49年教学从来没有中断过。啊，这样一个好老师到哪去找？啊，又是个义务的老师，不收学费的。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对任何一个人没有丝毫压力啊，不给人添一点麻烦，得大自在啊！啊，他得大自在，也帮助别人得大自在啊！所以这是终极的目标啊，让我们行修万恨到大涅槃的果报啊，这就圆满了。又大日经书17，这是密宗的根本大经啊，这里头也有一段话，就是凡为涅槃，凡行为修凡行者名，啊，这凡行呢，当动词讲，是修凡恨的这个人，啊，居大涅槃，名凡，啊，居足大涅槃，才真正称之为凡行，啊，那这是什么人呢？在华严经上讲，初住以上的菩萨才是真正凡行者啊，这些人就是中国禅宗所说的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这才真正是凡行。上二经书啊，前面这两种，一个是大日经书，一个是法华经书啊，这两部经的书就是注解，皆为到大涅槃之行为凡行，是则凡行之深意也
啊，不局限于持戒与断淫而已。啊，持戒跟断淫成反省，那是勉励小学生的。啊，对我们来讲的，反省的深意是正道佛果的人。啊，天台大师说的，分正即佛，才称得上是反省。这反省者，也就是我们讲的十报土的41位化身大士，他们是反省。啊，这是反省的深意。今愿闻曰：书生反省。啊，这个27愿啊，修书生反省。应坚持而已。啊，这一句经文里面前后两个意思通通具足。啊，该断除淫欲，立佛念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皆趋向大涅槃根本法轮之妙心也。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不仅是断除淫欲，五欲都要断。啊，尽量的把它减轻。不要刻意的去求。大乘经教里头，佛常常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这就很好，这个意思就非常好。啊，可是为什么一般人放不下？啊，我要吃饭呢，我要穿衣，我要住房子。你叫我都放下，我怎么生活啊？所以他就放不下了。那真正能帮助我们放下的，实在讲呢，懂因果，你就敢放下了。啊，因果入门的书，我觉得《了凡四训》好，对我们真正有帮助。《了凡四训》给我们讲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是你能赚到的啊，你能求到的，不是命里注定的。命里的谁注定的呢？自己注定的啊。这佛讲的很好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这事啊。你要晓得你前世造的是什么因，这一生所受到的就是果报嘛。欲知来世果啊，今生做这事。这两句话要参透了，你就敢学佛了。我真放下啊，过去所造的业，
这一生当中我承受。如果我没有做饿死的那个业，我什么都不求啊，大概每天还都有吃有吃的。那不会饿着的。我说你命里不是饿死的命吧？那你不是冻死的命的时候，你肯定有衣服穿。啊，你着急着这干什么？啊，过去生中做些什么？这一生当中没有学佛之前干些什么？要知道，学佛之后我又干些什么？你要把这个问题看清楚，搞明白了，你心就定了。没学佛之前，不错，是造了些恶业，无知嘛，过去生中的习气。啊，但是想想自己真的还有善根，啊，为什么呢？没害人的念头。啊，别人伤害我，我还能原谅他，不跟他计较，这都是善根呐。啊，这对于我们这一生跟来生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啊，学佛之后懂得了。啊，我在学佛，早年学佛的初期，老师就叫我布施。啊，叫我学三种布施。修财布施，你的财用不会缺乏。修法布施，你长聪明智慧。修无畏布施啊，你会得健康长寿。这是很浅的，不是深意啊。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我很听话了。啊，依教修行。啊，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老师告诉我，前世没有修财布施，所以你这一生生活非常贫穷。啊，也没有修无畏布施，所以你寿命不长。啊，还算不错，你还修了一点法布施，有一点聪明智慧。现在如果肯努力去补修这两样，来得及。那是我26岁，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我跟老师讲，我没有财啊，每个月这一点工资仅够生活，啊，还要很节省。哪有钱布施？他问我：“你一毛钱有没有？”一毛钱可以，一块钱，一块钱也可以。啊，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这一毛一块怎么个布施法呢？啊，这接触佛法时候，晓得这佛法是大学问呐，不是迷信啊。啊，所以也就开始逛寺庙了。从前是绝对不会到寺庙去的。啊，因为它是宗教，是迷信。啊，那么到寺庙去找经书看，也认识很多学佛的朋友。啊，看到他们印经的时候拿一个单子，大家来凑钱印经。啊，多少不拘，那我们写一毛也可以，写五毛也可以，啊，写一块也可以，哎，
就老师教的是真干了、啊。再一个放生，放生也是大家拿个单子来凑钱。啊，我们就是真的只一毛一块开始。啊，这样做了，大概做了3年，收入就比较多了。啊，多了呢，留多少就施多少，不留的。这越施越多啊。真的，一点不假了。啊，越施越多。啊。钱从哪里来的不晓得，啊，反正有钱就布施，啊，就做好事，啊，没有钱比有钱好啊，因为有钱还得想这个钱怎么用法，把它赶快用掉，啊，没有钱就不要想这事情。啊，老师要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庙宇，没有寺庙，过游牧生活。啊，哪里有缘哪里去，这一点我学到了。啊，学佛60年了，讲经53年。真的，哪里有缘哪里去，很自在啊。啊，各方的供养越来越多了。啊，我是学印光大师，做一桩事情，印经布施。我不干别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道场里面，这个经书光碟都是免费借阅的。啊，十方供养啊，我做了这个印光大师，一生就干这个。啊，对于灾难的救济，都是从印经钱里面提出一部分。去赈灾啊，而是以印诵经论善书为主，这好事情啊！现在不但佛法我们要挽救啊，儒跟道也要挽救。啊，弘法的人少了，我们讲儒释道三家了，人越来越少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典籍很多，灾难当中会毁掉啊，如何能把这些典籍永远传下去，而不至于失传，只有一个办法，大量的印，啊，到处都收藏，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啊，古人很用心的，啊，你看我们在北京房山看到的《诗经》，那一套大藏经刻在石头上，刻多久了？800年。啊，你看古人用心，唯恐经典失传，用这个方法来保存，用心良苦啊。但是要晓得，如果一个大地震，他们就整个完了。啊，好在我们佛法讲啊，这藏经所在之处一定有护法神保佑，
大地震一定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发生。所以现在印刷术发达了，数量越多越好，可以分送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大学图书馆里面收藏，就不会失传。世界上再多的灾难，不可能是完全会毁灭，总会有几套留下来。这是个好方法。所以我们对好书大量的印，大量的流通，一方面鼓励一些人来学习，一方面把这种流传给后世。可是最重要的人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我常讲弘法难啊，护法更难。弘法的功德很大，护法的功德更大。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把护法这一桩大事付托给国王大臣。国家有福报啊，护持佛法了。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崇尚于科学，认为这是宗教，这是迷信。不再护持了，所以佛法就一切法了，不但是佛法了，圣贤之法了，逐渐凋零，要毁灭了。地球上灾难多了，这个因果摆在我们面前。不必要很聪明的人，中等人冷静想一想，你就完全明白了。圣贤之法，尤其是佛法，哪一个人修，哪个人有福。你一家修，你一家就有福。你这个地区修，这个地区就有福报。一点都不错啊。如果这个地区的领导人他来提倡来护持，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啊，这个地区人民一定会非常幸福安乐啊。那我们说这个话没人相信啊，能有一个地区做个试验，就试验出来了，就能证明出来了。现在因为我们常常宣扬，听的人也多了，确实有心的人想做。我只要知道他想做，我就鼓励他做啊。我也可以帮助你做啊。我们中国人讲啊，做一个样板给大家看看。我这个地区专门弘扬儒释道，这个地区没有灾难。这个地区人民都过得很安乐。不容易啊。我去过六次日本，有两次在日本冈山开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啊，在冈山开的。这冈山我在那里住过两次啊，每一次大概一个多星期。那个地方的人这个欲望很低，人民对于当前的生活很容易满足啊，他们不要赚钱啊，冈山人家家都有积蓄啊，还是遵从老祖宗的教诲。都有储蓄的习惯。啊，这个小镇400年没有灾难。你看日本到处地灾难很多，就这个地区没灾难。什么原因？人心好嘛。啊，我们有一个同修，学佛的同修，东北人，在那里开了个餐厅。他告诉我，啊，他们全家人出去旅行，店门关到没有锁，2个星期没有人进去。确实，中国古人讲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出门出去2个星期去旅行的时候，家里大门开的，一推就进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地方没有灾难了。啊，那是个很好修行的地方。啊，地方官员我去的时候都见了面啊，非常难得啊，像这样这个小区啊就很难得了，在现在很不容易看到啊，但是不能说没有啊，我们没到日本去不知道啊，去了之后才晓得啊。啊，这个试验的时候也是跟经典上相应的。啊，居住的人心好啊，行为好啊。啊，小镇上人都是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很不容易。啊，所以我遇到的县长啊，我很赞叹这个地方。那么像这种小镇如果在一个地区都有几个，我们地球上这些灾难自然就化解了，纵然不能完全化解，大幅度的减轻啊，不至于有严重的灾害。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应该要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啊，如果再能够礼佛念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往生净土就是去向大般涅槃根本法的。啊，在世尊
末法这个时代，这是一条正路，是一条捷径，稳当、快速，保证在一生当中成就啊！那不但自己成就了，像我刚才说的，啊，保佑你一家，保佑这一个地区。一闻佛名，皆具如是功德了。啊，如是像前面所说的，不止这一愿呢。我们从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十九愿发菩提心；二十愿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二十一愿闻名忏悔。念佛必定往生。啊，到前面二十七愿所说的功德，文明就具足了，足证佛号，名居万德。啊，这是深意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如果是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念，一句佛号里无量无边的功德，一般人不知道啊！啊，为什么念的效果不彰？有口无心啊，就是前面讲的，用心不一，心是散乱。啊，信心不足，愿发的愿不恳切，念佛有夹杂，有间断。啊，换一句话说，念念呢没有离开世间五欲六尘。天天想这些，想念佛菩萨的时间太少了，而且不专。所以念佛的效果不彰啊。啊，只有少数人，很少数，专一念佛，多半在什么时候得了重病，医生宣布不能救了，啊，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大概这个时候把万缘放下，一心专念，没想到念到半个月一个月他的病念好了。这是什么？他还有寿命啊，他得的那个重病是业障，一种是续业，一种是冤亲债主。佛号功德都能够把这问题化解，能消你的宿业，能化解冤亲债主。你虽然没有跟他往来，你真学佛了，真念佛了，这个功德他也有一份啊，虽然你没有刻意回向给他，他也得一份。为什么？他跟你有缘，你有好处他沾光，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这病好了，
啊，那像这桩事情，我们在学佛这几十年当中所看到的例子不到一百，至少也有六七十个例子，我看到很多，这真的不是假的。那为什么那么重的病？那这两种业，一个是续业，你过去今生自己造的罪太重啊；另一种是冤亲债主，要找你麻烦的，要你命的。那他为什么会饶过你？啊，他走了。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真念佛四十八愿加持啊。啊，真正有信心，坚定的信心。啊，有愿心，我这一生当中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像佛一样啊，道家慈航普度众生啊。凡是跟你有缘的众生，能不尊重你吗？能不佩服你吗？还会伤害你吗？不可能了。啊，为什么？你成就了，就是他们成就。啊，你肯定头一个去度他们，叫佛度有缘人。啊，无论跟你是有恩是有怨，或者是有债务，通通得度啊。啊，在这个世间可以做到一尘不染，彻底放下。啊，只做好一桩事情，把大乘佛法极乐世界介绍给大众，这是大好事啊。啊，让大家明了佛法，认识佛法，理解佛法，依教修行。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空过。啊，那么多人的利益，自己还能不生净土？没这个道理啊。啊，自己决定得生啊。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啊，这是文明功德了，微妙难思啊。如尊胜陀罗尼经啊，这经常有几句话说。住飞鸟出生，寒灵之内也，闻此陀罗尼一经，闻此陀罗尼一经于耳，尽此一生更不复受。这是大乘经。对畜生道的利益，你看飞鸟畜生，我们今天讲动物，在佛法里面讲
六道里头是畜生道，他们有灵性的，跟人没有两样。啊，也是人死了之后投生到这一道去了，啊，受畜生身，啊，闻思陀罗尼，这陀罗尼经呢，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畜生听到这个经文，他懂得了。啊，一经于耳，净此一生，更不复受，他就能离开畜生道，能离开畜生身，到哪里去了？到人道来了。善根深厚的，过去是有修行的，他到天道去了。啊，再不会呀，堕三恶道了。畜生闻经的利益，啊，下面《涅槃经》里面一句话，比这个意思更深。啊，我们接着看，是大涅槃，亦复如是。这大涅槃经啊，若有众生，这个众生范围倒大了，不仅仅是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乃至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一切众灵都听到啊，诵经他听到，我们不能不恭恭敬敬的诵啊，不能轻慢的。那一切法都从恭敬当中求，我们诵经是布施给一切众生，要恭恭敬敬，他才得利益。啊，讲经亦复如是。啊，古大德还有把这个经典刻在钟磬，刻在这上面，啊，特别是大钟，啊，有将一部《华严经》全经经文刻在这个大钟上。这个大众撞一声，一切众生呢，通通听到了，人没有这个能力啊，鬼神有这个能力啊。
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古人对于佛法的弘扬传播啊，对法界众生啊，对山河大地所以山河大地灾难少啊，它有原因的。那么现在科技发达了有电视有网络这个传播的工具比古时候进步太多了我们应该把这些经论不断在网络上播放在电视上播放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接受到了这个影响不仅是山河大地影响到法界虚空界空中中国古谚语有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些神明在空中那么这些电磁波里头有阵法有般若有涅槃他们通通都受益我们能在这个地方静心静一分心静一分力都是无量无边真实你看这个涅槃经上讲若有众生一经于耳却后其疾不多我取其疾是讲时间的七个小节那时间都很长节有很多种讲法经典里面都有记载各个地区众生根性不相同佛是随众生说法是随俗地所以有种种不一样如果是讲真谛，真谛没人懂。真谛什么？真谛没有空间，没时间。这个你讲真谛。你有分别，有执着，就有时间，就有空间。分别执着放下了，时间空间都没有了。那我们晓得，各类众生不一样。分别执着不一样所以对时间长短概念不相同总而言之劫是很长的时间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人的寿命人道人的寿命最短的时候平均年龄十岁这最短那么从十岁每一百年加一岁
加到84000岁，就人寿最长是84000岁。从84000岁再每一年减一岁，又减到10岁，一个增减叫一劫，小劫啊，就是这样7个增减，这个时间也很长很长啊。他不得我道，经教利益这么大了，这讲的都是大乘经。啊，尊胜陀罗尼经是密教密宗的，全都是大乘的。大乘经有这么大的力量。那再告诉诸位，一切经里头，第一殊胜的是大放光佛华严经，比华严经更殊胜的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啊，那要是练无量寿经，你这功德多大，超过涅槃经，超过尊胜陀罗尼经。啊，可惜什么，我们不知道啊。啊，虽然这个经我们从接触从开讲啊，这个经我过去讲过10遍。这一次详细说。60年修学的心得报告，与同学们一起分享啊，确确实实在一切诸佛所宣说的经教，没有超越无量寿经的，没有超越48愿的，如果我们不能读全经，你就念48愿。功德无量无边呐，无比的殊胜呐。啊，一般经中文字，这经一打开了，第一句话“如是我闻”，得讲这个文字，不是但文。意见心受啊，不是只听到了，听到的听到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个善根啊，它不起作用。听到之后什么？听到之后要信。听到之后要能理解，理解之后要能依教奉行啊，也就是把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经论里面所有的教诲变成我们生活行为，你真正得到受用啊，这叫闻啊。所以闻后头有信、解、行，最后证。
啊，你能行，你肯定就有证。证是什么呢？把闻、信、结圆融成一体。自利利他了，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十方诸佛无量劫也说不尽啊！开了赞叹的功德，都赞叹不尽啊！为什么成仙了？古圣先贤的教学，没有古今之分，没有地区之分，啊，这是世间人所讲的真理，真理超越时空，万古长新。他是叫我们回归自信。啊，学大乘经的，我们在一起学习的，诸位都知道，我们曾经做过多次报告。啊，连科学家都证实了，宇宙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华严经上讲得清楚啊，讲得明白。啊，我们最后到哪里去？最后还是回归自信。你看，从自信流出来，最后还是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叫圆满成佛。啊，华严经上的妙觉位也，妙觉就回归自信了。啊，所以他没有时间呢，他没有空间呢，没有空间，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众生都能接受，都欢喜。啊，没有时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真理。啊，世间的东西经不起时空的淘汰，经不起。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啊，圣人的东西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你说我们儒家讲的东西，这中国圣人讲的，五常啊，五伦能不要吗？啊，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能不要吗？啊，不要了。这是旧东西，旧的都要把它破坏。现在要科学，要新的，啊，旧的不要了。啊，不要什么呢？父子不亲了，兄弟不和了。啊，君臣就领导跟被领导没有意义，只有厉害。人与人之间是相处，是为什么？就是厉害，有利我们就在一起，没有利赶紧分开，就是敌人对头。你喜欢这个世界吗？啊，五伦不要了，啊，这五常不要了，五常什么？仁义礼智信不要了，人什么？爱人。现在没有爱人心，他不爱自己，他怎么会爱人呢？爱没有了，啊，有的是什么仇恨、怨气，啊，你看我们坐飞机飞到空中，看到地下的就是雾蒙蒙的，那什么东西？怨气，那众生的怨气，
啊，礼没有礼貌了，不讲理了，啊，也不讲智了，啊，完全感情用事，烦恼用事，啊，没有信用，天天骗人，自欺欺人。啊，仁义礼智信有什么不好呢？你现在全部否定，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啊，四维八德全不要了。啊，所以这个社会灾难来了。啊，这个科学家给我们宣布，这个地球上再过50年，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这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大灾难，地球末日啊，人类的末日啊！不要伦理，不要道德，啊，不完全跟自信相违背，末日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文的意思很深很深呐。是故文明之人，今生终不即能往生，来世亦必常修殊胜梵行也。这个总结接得好啊！啊，这一生当中纵然不能往生，啊，你没有遇到这种殊胜的缘分，啊，不知道念佛往生的好处，来生一定是修。殊胜梵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